谁说美味的生鱼片只能够出现在高级的日本料理餐厅？第二市场里头的丸一鲜鱼行，包准让你体验到物超所值的享受。丸一鲜鱼行顾名思义，就是贩卖新鲜鱼货的地方。其实啊，它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，叫做羊妈妈历史。别看到这透明橱窗里头摆满各式的海产，就以为这里是纯粹买卖的场所。请在自己配与请羊妈妈配的点餐方案里头来做出一个抉择吧，并且耐心的等待即将登场的精美海味。话听到这里还不心动吗？加快你的脚步，朝丸一鲜鱼行来迈进吧。